咱呐，林秘书吼，讲别项我唔敢讲，来讲萧大人吼，恁绝对袂拄久，而且有时啊会互你足兴奋，血压飙到180吼，啊有时啊会互你安尼真悲哀，所以恁老手囡仔卫生纸先摕互别。咱用感谢歌俄罗斯掌声来欢迎林恒哲医师。先说声，遐大声吼！伊一生对萧大人吼，遐讲话讲袂了吼。若无林恒哲吼，遐萧大人无遐了得啦吼。各位健来乡亲，大家好。今日在是不是我徛一只？应该是柯碧龙徛一只。小大人徛一只。也是讲单量啦，吼，因两个是小探之因，吼，迄个尤其是肖老师，吼，我早我拢想讲，我甲肖老师拢叫破壁龙海的，我拢变做我名单甲有关的，吼。现在因1980，吼，现在头啊，叶立文这有介绍这个，吼，出头天纪念碑，因就是因两个合作，也党外迄个怎啊？要无民进党，党外若选举就唱这条，啊唱这条就选你也就对啦。所以大家愈爱唱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条是微笑 overcome， 哦，再去改变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甲这个作者是阿爸的笔，吼、哦，这嘛是肖老师甲这个郭碧龙迄条。啊，这摆音乐会会成功，上大的功劳就郭碧龙先生，哎。这个台湾国台教的刘团长吼，迄、哦那个见柯碧龙一摆，伊就答应讲吼，成立73年来第一摆要来完成的着吼。啊，严立文吼，伊、哦、是这个伫行业内底吼，伫、哦、北大内底台湾上过哦，北大甲师大是台湾上过的嘛吼，伊、哦、academic 来个。定位萧太人伫台湾音乐史上的定位，即马台湾有几啊本音乐史，拢无写到萧太人哦，有写到许长慧萧太人的老师也是马水龙哦，啊我看严立文可能即马拄伫写台湾音乐史，那伊来写是萧太人一定会伫来对哦，呀萧老师伫台湾音乐史上的定位哦，都是甲。美国有一个声名八百哦，伊甲江文亮同一年出生，1910。也活到差不多70岁，吼、哦。啊，今年不但国台交这边来，吼、哦，最近小英做总统有一个特点，这个吼、哦、台北市高，吼、哦，去年我那有来加州，也这个 NSO 2年前我了解，也 NSO 不但来一摆，起码11月要过来这第二摆，别地方上就别地方，吼，别按照叫曾毅倩，曾毅倩叫 Tchaikovsky 吼、哦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2015就捷克斯的冠军就对吼，伊、哦、要来按照声乐八百阿林的节奏吼，啊，即摆因要按照毋是吼、哦，是要按照台湾现代上重要的作曲家吼，伊、哦、要去活着吼，即、哦、位就是郑希文，是新的杰，哦，我也非常精彩，所以咱除了这条以外，11月吼，当初咪过去听。林秘书啊，拜托你迄落较挖麦克风。哦，较挖麦克风好。哎呀，啊，我非常的幸运，张伟走去这个 San Francisco 听第一场就对了。哦，啊，张伟非常的感动，2600个坐到满满满，听伊讲圣罗西普波明啊圣的，唔捌坐到这么满就对。哦，啊嘛足济阿多啊，啊咱的第二代，哦啊嘛足济外国人，哦，也尤其是足济老朋友。这场是 San Francisco 23年来吼、哦、第二摆上感动的音乐会，吼、哦、第一摆是1995六月初三，萧太人1947，吼、哦、在 Auckland U C Money 甲伊做世界首演，迄场非常的感动，吼、哦、第一摆听到这个萧老师的1947，啊坐我边啊一个美国的太太唱到台湾最正的时阵，伊听到目屎，啊我阁问讲你安尼遐尼感动。伊讲 ，I don't know anything about Taiwan history, but music so beautiful touch my heart。哦，啊，我普通老实讲，哦，肖老师，我甲伊做30年的朋友，普通也伊这人过遐尼谦虚，我从来毋捌甲看做伟大人物，看待。但即场听了，我讲哇，才够，
这个肖老师这条秘书切科夫斯基一八一二时期，嘛秘书是比你困难少。迄阵阵啊，我才感觉着哇，我甲一个二十世纪台湾重要的作曲家吼、哦，做亲密的战地员的非常的光荣吼。啊，我来，我听音乐会吼，平均一百场才到一百外转。今年要过十年听五百场音乐会，才到一百外转，就是帕洛卡萨吼。西班牙卡特托尼亚的大提琴家哦，伊演奏《百鸟之歌》的时阵，我必然说听个老在。伊少年的伊的故乡卡特托尼亚哦，啊，这面大，这面老在。啊，我能说住在美国，少年台湾哦，我呐对老在就对。啊，第二摆的肖老师一九四七听到尾啊，我发现个肖老师音乐甲西边的芬兰种植感官，台湾以来的这个观点哦。拢伫伊音乐内底吼，啊，台湾四百年历史，哦，嘛是伫伊音乐内底。也是写这条曲，是上帝帮忙啦，毋是我的这帮忙。伊写两页，伊就倒了吼。伊、哦、有这个肖老师有麻烦先走，伊甲 Abraham Lincoln 哦，同款拢有麻烦先走，麻烦症哦，啊，这都心中拢有问题的对。甲这台湾一个诚品书店老板马修麻烦先走，已经过身了。伊嘛开刀两摆，肖老师我呐开刀两摆。啊，伊祷告上帝，讲拜托上帝，这条是我为着大人写。哦，你即马唔好甲调去天国，你若要即马要调我去，啊无上帝无你替我写，啊上帝看伊密密麻麻，啊，无你唔话起喏。啊，咱真好运啦，碰到这日本医生约会啊嘛，吼、哦。利用十点钟的时间，最该几多？啊，肖老师写好吼，迄、哦那个用半年时间，这条曲写好吼、哦。也这条曲，甲这个皮龙兄，啊，甲这个郭水平，啊，甲这个，甲这电影乐牧师，这我有关系。电影乐牧师迄年代，美国先票把判决，加住一礼拜，所以呢，住水平兄请皮龙兄来，也是迄场，迄场我无伫。啊，肖老师就伫感叹，讲1984奥林匹克伫洛杉矶举行，啊，台湾拢无得着金牌啦。伊讲当时啊，台湾人才会得着金牌，啊，唱咱的国歌，升咱的国旗安尼，哦。呀，谢明亮就讲，啊无，你来写台湾未来国歌，哦。呀，迄、那个我叫陈玉牧师来写迄个歌词安尼。啊，陈玉牧师等于台湾吼，足认真参加世界各国七个国家的这个国歌。啊，结果这个怎写写台湾推荐出来，肖老师看到非常感动哦，伊就开始写。啊，个我的老师林宗义博士对林伯清的囝，林伯清在台湾二班的医生写台湾哦，这个哥伦比亚1929的博士哈，也、哦、林宗义这个肖老师讲，你会使写一条吼、哦、靠历史意义的曲哦。啊，经过这两个的催生，哦，肖老师终于写出伊一生的 masterpiece 哦。伊个伊有一个好朋友宋庄先博士的太太，哦，伊是 Julia 的钢琴硕士，伊波东，伊是肖老师的好朋友，哦，伫长荣伊那阵的读班，伊妈妈就是高景华的，就是教肖老师的一个钢琴老师。也伊那阵就讲，肖老师虽然讲。你的琴吼，我当人听着真爽快，但是后头底讲你拢二十世纪作曲家，或者写十九世纪迄落罗曼蒂克，但是伊听这个1947世界首演，伊非常感动。伊讲这条是 HD's masterpiece 哦，就讲无时间性、无国际性的这 masterpiece， 我也以下这篇非常精彩乐品哦。呀，我有甲收落，我用十年的时间改变了深情的浪漫，萧泰然音乐世界哦。这本书已经绝版了，可惜。但是最近萧泰然的基金会已经伫萧老师的第二公子哦，啊，甲因新妇已经成立吧哦，这书应该拢重新过回复我起哦。啊，我等于台湾迄阵阵啊，啊，我一生上公演，今仔日我有法度徛伫遮，就是一生上公演对。1988甲1900，我做台湾的 United Fund 吼、哦，这个会长。啊，我对肖老师吼、哦、一直感觉到伊有能力写一个百年传奇的。
但是伊甲柯比龙兄1982、83办3000人音乐会哦，迄阵阵啊，唰，我着叫一下把你给接到，因为我的好朋友哦，林兆亮、胡乃元家吼，拢伫演奏西洋的曲，拢毋捌演奏台湾曲。我讲咱台湾应该我懂了解，啊，我非常的感谢哦，这个萧泰然甲这个柯比龙兄哦，这3000人音乐会有系统的介绍台湾。对甘文尼啊，单数的李全生、郭志燕、哦、马水龙啊，甲伊的作品，因为我伫纽约十年啊，听500场来，唔捌听到台湾吧？过1976市场会来的时阵，才讲台湾有一个甘文尼啊，但是迄阵做甘文尼伫中国，伊嘛唔敢讲伤济多只，我嘛唔捌听台湾甘文尼的曲，就是伫小站即场音乐会才听到姜文尼的曲，吼、哦。啊！才知影讲台湾有遮尔好诶音乐传统，啊！所以我非常感谢哦。我即马甲严立峰同款哦，伊当然靠泡啊，伊伫阿卡德米，我也是伫民间，我都介绍音台湾音乐哦，无像刘志伟了遐，因拢毋捌伫介绍台湾音乐，上加是介绍陕西民间音乐，毋捌伫介绍台湾音乐哦，呀，啊，萧泰然哦是大器晚成的作曲家。50岁的时阵吼，迄阵阵啊，伊相当 depressed 吼、哦，因为爸爸过身去，妈妈佫破病，太太生理啊无怎么顺利，哦，迄阵阵啊真 depressed， 啊我嘛唔知影变安怎甲帮忙，吼、哦，虽然我捌做过精神科医生，我有帮忙即个东方白吼、哦，叫伊讲吼继续奋斗写即个烂头纱。啊，尾啊，伊有下载，但萧老师我说无多那个帮忙，啊，嘟嘟，哦，萧老师第一摆吼、哦，10年前我就叫伊下班那个，但现在总来伊讲我只能写3-5分钟一类甲 Cholesterol 的小品被改换啦，但是吼、哦、要写迄个30分钟的班尼肯切多可能，啊，尾啊46、47岁去 Cal State LA 吼、哦，甲这个 BK Kim 吼、哦。萧老师一生有受日本教我日本的影响，有受韩国的影响，有受澳国的这个影响，有受加拿大的影响，但是伊无受任何一个中国作曲家的影响。哦，日本伊去读武藏野音乐大学，哦，伊老师就讲，你的作曲才华比piano这个呀，这个等得着，甲许昌伟同款，嘛讲你的作曲才华比piano得着，这点甲马勒同款。马勒嘛是大一的时阵学 piano， 佮大三的时阵吼是 Bruckner 的影响，伊才去哦，伊才开始作曲。但是马勒写10条钢琴，佮50岁时阵写第10钢琴时阵，萧老师还袂写大的作品出来，伊50岁才开始完成这个巴尼片曲度。也是当阵啊，即摆吼伊因为受 B.K. Kim 的影响，伊对现代音乐。哦，不管是现代派遐啥吼，伊拢相当清楚，伊开始有信心。但我真早就对有信心，讲对我都写万能肯切的。所以用3个月时间，一天18点钟，伊用写为着单人写艺术这块心情写出来吼、哦。啊，结果这个伊提哦，这个英格里吼，英格里都在读这个茱莉亚，跟迄、那个。林兆亮老师伫内地，啊，因为就讲哦，恭喜萧老师写了这么美的曲子。也伊写好在1988年12月初7日的款吼，到1990吼，阮伫 Century Plaza 办一个足盛大即个单文化节啊，柯比龙先生即个主持吼，然后即个咱有请胡云梦、林俊逸吼，啊甲林兆亮，啊甲范雅治吼，伊人在切了跟切到第一届奖，第一摆世界首演。呀，迄暝，伊把巴黎分车道摕予即个林兆亮，啊，林兆亮第二天就甲敲电话，哦，想不到，哦，华人能够写出这么美的小提琴协奏曲，有决心要来做世界巡演。啊，日本呢，指挥家大山平一郎，伊看到讲，这阮日本人写袂出，哦，这非常有生命力，哦，也非常独特的风格呢，也不要即个。英国哩，吼、哦，去这个南方的 Chamber Music， 当我遐去个林兆亮个世界有名的人，哦，我遐小提琴家，我呐，足有趣味变奏这条曲，但是因怎讲这条曲已经名花有主，没有林兆亮这样找得着，吼、哦，
所以果然1992年哦，12月13、14、15三场哈，迄、哦那个 TVB 哈、哦，sponsor 哦，伫新加坡做世界首演，也真非常的成功哈，足、哦、侪人讲安尼听个老国仔哈，也、肖老师哈，伫、美国哈、开始建立伊个地位。啊，过一年，我第二年，我就讲伫马林肯做写了，你即马来过，我过一个互你 commission， 过写一个切入肯切到。演员勇敢的接受挑战，伊用一年的时间，哦，写好。啊，这条曲，马林肯切到的独特的风格，甲李波仔，哦，即摆要营造新世界交响曲，差不多的。啊，啊，若讲伊的切入肯切到，吼，肖老师有伫节目端有讲。讲我的小提琴协奏曲像清纯的少女，你们会一见钟情哦。但是我的大提琴协奏曲像成熟的少妇，你要多听几次才能够了解哦。啊，这条片都跟肖老师的后期浪漫派都跟这边的调哈。啊，你对人生的无可奈何嘛，低调。但是最后，但是肖老师作品的调调，伊的上大的武器就是台湾民谣哦。在这个小提琴协奏曲。有用蝴蝶歌就对，吼、哦、啊！大提琴协奏有用这个《游子还乡》哦，吼，也是这个阿美族的这个舞蹈的歌曲嘛，对对。那些钢琴协奏曲对里面找有这个新生生的民谣，对来对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，但是伊用大民谣吼，唔、哦、是讲用规个拢，伊讲花椒那香吼，一点也都有够，吼、哦。台湾味安尼甲放落安尼吼。啊，对，踏实人的心就对，免讲规个有诶吼，南管、北管，规个拢甲拢伫舞台，即落款诶就上过迄落。但肖老师变咧，肖老师甲匈牙利巴托克这个款，明年哪会踏实？伊就我都挂腐朽卫生纸，哦，就挂下挂下买买下，啊，这都真抽象面。但肖老师个改变了啊，哦，伊就变做世界名曲，呀。啊，伊piano concerto吼，即用piano concerto。也催生了跟皮隆汉老兵关系。皮隆汉老兵八十岁生日的时阵，当面啊，肖老师挑战，讲你呐，我即马听过你的吼、哦，你的清纯的少女跟成熟的少妇，但是还未听过你的平乐公爵的。那听我呐，无听到你的平乐公爵的，我无要去，我无要去天堂就对了吼。哦、啊，肖老师，啊，迄暗我着顺水推舟吼、哦，我都做 TVB 会长的第三档，我就讲。哎，无三不成立，啊无这个，吼、哦，高赞刘先生甲你这个挑战，吼、哦，啊无你来个写一个平乐平切图，啊我甲介绍一个酒店音乐院的陈冠玉，吼、哦，伊我来甲伊帮忙不加大，但是平乐是伊本行就对啦，伊不晓切图，啊不晓发展，但是写甲遐尼好，吼、哦，啊即马平乐是伊专家就对，所以伊用两年半的时间。哦，1992年的四月写好，啊，迄年第二年都到陈玉香，哦，来 ambassador 家得到，哦，1993年一个破位者，全世界奖金上悬10万美金，诶，第一名就对啦。啊，迄天我有甲陈玉香去找这个肖老师，啊，肖老师都用签名，用 piano concerto 哦，送我这个陈玉香，啊，希望伊做世界首演，但是阴阳差错。陈玉香甲今仔日二五档了后，才有机会第一摆做这个做伊家己的世界首演的对。啊，陈玉香对肖老师非常了解哦，因为细汉捌落肖老师教过。啊，肖老师真侪 small piece 吼、哦，拢伊家做世界首演。呀、啊，这个肖老师吼，一曲吼，伊足熟的对了。啊，伊即马是世界级的迄个钢琴家吼，即、哦、马来演奏。我最近昨昏吼，昨昏去听伊演奏，非常感动。伊八月初伫即个台湾演奏的时阵，伊还阁袂晓谱，还袂晓背倒来甲原谱。但是昨昏演奏已经免看谱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陈玉香厉害的所在就是讲，哦，这段是肖老师伫写西门町留一个所在，这段是伫写垦丁，这個、我听袂出来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陈玉香就听出来。我虽然听七八摆，吼、哦，啊，上感动就是2000年时，阮33个人陪肖老师去苏联，才够几好，吼、哦。啊，一个丢卡拉洋将去罗列尼亚，吼、哦，伊指挥啊，一个
莫斯科一个教授着切科斯基冠军改天十点切科斯基号，哦，迄场非常的这个轰动，刷了啊，大陆是真有威信哦。终于哦，台湾浪漫派大师征服了苏联的这听众。迄场完后唱《一九四七序曲》，苏联人用台语唱这个《一九四七》，哇，非常感动哦。啊，连连我的导游嘛讲，哎，你们的肖老师有一点 Rachmaninoff 的味道哦。当然，肖老师跟哈跟 Rachmaninoff 有同款的所在，对，因拢捌带伊洛杉矶的对，带相当久哦。啊 ，Rachmaninoff 少年苏联，啊，肖老师的少年台湾的对哦。啊，因两个虽然二十世纪，但是拢用切国际十九世纪的浪漫派哦，伫写因的 Piano Concerto 哦。呀，肖老师原来有讲，讲伊的曲确实也有小寡有声，这个哈 recommend， 但是伊嘛有 Prokofiev 的这个迄、那个现代音乐哈、哦，但是伊的台湾味哈，这是 recommend 咯，这拢无得着，因 recommend 咯，冇在台湾得着哈，所以是，所以肖老师这条哈、哦，明仔陈义香，唔是明仔八月七号哈。陈义祥最演奏哦，一定会比这个加州迄场较好，因为加州迄场啊，因才来两天，啊拢困无饱，早起时啊坐五六点的飞机哦，所以甲管弦乐配合较无遐完美。啊，这场吼，佫互因歇困四五天哦，啊佫第四号音乐听比这个新罗西佫较好就对了吼、哦。所以这场咱应该一定爱甲做录音起来，互遐毋捌的。来听后摆也阁，而且这是特殊性机会。啊，咱希望讲这场的成功，有法度予这个萧太人基金会伊的财务有法度健全。安尼，咱每年都阁每一年拢有，哦，拢有这类的这个萧太人音乐节，哦，也希望这个萧太人音，迄、那个音乐节有法度安尼一年一年安尼，这个继续的，哦。啊，我即马拄伫写即个萧太人传记，写甲伊创作 Piano Concerto 吼、哦。啊，我特别有两个人甲萧太人无关系，但是我嘛甲更一种，一个就是柯皮龙先生吼、哦。因为柯皮龙先生若无敲电话，1978年若无敲电话，萧老师讲，哎，萧老，我有钱，我无诶吼，你都袂无死，你都我有钱，我都对。啊，萧老师本来1977去亚特兰大。吼、哦，跟小妹，吼、哦，规家伙跟小妹，啊，因为听皮龙兄这句话，伊才搬来洛杉矶，而且创作20年来，吼、哦，洛杉矶文化的这个黄金时代。啊，肖老师在台湾音乐史上地位，就是讲，甲像美国 Samuel Barber 在美国音乐史上，伊嘛写三条跟这都得着，吼、哦，也是讲 Rachmaninoff 在苏联音乐史上地位，也是肖邦在波兰音乐史上地位。因为因拢写念故乡，哦，甲肖老师写念故乡，这共款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因为着安尼，所以才，所以肖老师的这个对台湾的感情，吼、哦，伫伊的音乐内底，差不多拢听会到。陈义祥有讲，弹这条曲的时阵，肖老师用台语伫甲伊 communication 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我呢，陈义祥才听会出来。所以因为佮无可能台语嘛听不懂哦，所以即摆音乐会非常成功，哎、欸、吼、哦，非常重要吼，也、哦、连咱一定会比即个新罗西即个更加成功嘛吼，也、哦希望讲咱少年肖老师时阵，咱完啊哦，袂使袂记哩伊个。这个精神，吼、哦，继续伊爱台湾，吼、哦，也伊的这个1923八月七八，吼、哦，伫台北国家音乐厅有一场肖老师194720周年的纪念，也迄场音乐会，第一个牧师我呐有记得着，我呐非常感动，也伊还袂听音乐这以前，吼、哦，伊有讲几句话，伊讲伊一生上大的理想。就是要把台湾的真与美吼、哦，传播到全世界去得着吼。这点咱在座的人可能做袂到，但是肖老师的音乐，我想有一天一定我都传播到这个
全世界吼、哦。啊，我希望讲这个咱的政府更加重视迄个文化吼、哦。啊，普通咱足烦恼讲哦，台湾有个断交，咱若断交的钱，一年最少通啊生二十条。那正要来做这个文化的时阵吼、哦，一定台湾的文化会传遍全世界哦。我两年前甲国台交去新加坡听这个郑宇谦。按照肖老师把你片缺到，刷了啊！哦，新加坡人规个 stand ovation， 呀，刷个 party 内底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大赛，泰国的这个大赛，因拢甲咱无交无帮交得着，但是因拢非常的欣赏肖老师音乐哦。咱希望有一天台湾的交响乐团哦，咱不但有肖太郎，那么马水龙，那么郑希文哦，所以台湾呢。这个文化吼、哦，所以肖老师，中共伊伫台湾文化思想的地位，就是甲但丁伫意大利文化思想的地位，即个关键是歌德伫德国，吼、哦，也是贝多芬伫德国文化思想的地位。啊，咱真光荣，咱拢有机会甲肖老师做些朋友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啊上天堂的时阵，咱第一个想要见的朋友就是肖老师，我看在座拢这感觉。OK， 那八月初九，吼、哦，这场音乐会，私人无事，真着百家酒拢客满，那么爱会客满，多谢各位。